跟聊就想要一个好的跟菜，要自然形态丰富，头瘦肉皱，然后再加上好的雕工，雕与不雕之处，融会贯通，自然天成，做到简单大气，干干巴巴的，麻麻赖赖的，是，一点都不圆润，不是，刚雕出来都是那样，盘它，这一件就是银衬模。银衬模是经过千年碳化而成，这个木质古朴庄重，用它适合，特别适合雕那个中国古典人物传统佛像。这一件佛像是模仿那个陕西双林寺那种风格古佛龛帘，这一件作品就是样板，它的材质跟那个秋天的那个蒲鹤非常接近，用这个材料扛做蒲鹤相对来说比较应景。然后这一块料的时候，本身这一块料的时候它没有形体，没有自然形体，不是很丰富，所以我就是多动刀，不破不立，然后配上这个鸡翅木的底座，抛光之后这种水纹，这个作品，然后配上这个底座，然后感觉就是天意，浑然天成的感觉。比如说三十而立，这一辈子我要做什么，我喜欢什么，我要过怎样人生，对从事耕雕的欲望更加强烈。根雕是根是日月之精华，天地之精灵，在大自然留下个瑰宝。但是你雕，我们就是用心去雕，然后你把泥和根融为到一体，然后让根融会贯通，一件作品融会贯通，不是说你去雕根，而是你心里要有根去度根。最初的梦想是想做一个好厨师，然后为了把食品雕刻这一块做好，经常去看那个木雕、根雕、玉雕这一块的素材，就提高食品雕刻的那个审美。应该是2004年吧，在杭州武昌广场，一次工艺美术展上看到了浙江根雕大师刘耀平那几件作品，被他们那几件的那个简单大气、浑然天成的那种艺术风格，所震撼。当时就在想，我一定有一天要拜他为师，去学习这个根雕。中国根雕哪里最出名？近20年发展的话，福建、浙江、桂林是最负盛名，相对北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。木头最忌放在干燥处，容易开裂。平常根雕多用麻布擦拭，以形成包浆，光泽鲜亮。根雕和木雕区别，根雕是利用根的自然形态，巧雕而成，三分人工，七分天成。木雕就不受形体限制，
可以随意发挥。跟宝石本身这个材料都非常难得，跟能长在石头上少则上百年这种材料才能可以利用。如果跟石结合相应完好的话，绝对算上一件值得收藏的作品。